为提升国军卫勤人员在战伤、灾害等环境下的救护处置能力，国防医学院卫勤训练中心在军医局的指导下，建制战术战伤及灾难事故救护训练系统与设施。新落成的战伤救护大楼也于去年112年底由总统蔡英文主持落成启用典礼，让国军强化战术战伤及紧急救护的训练和技术，迈向新的里程碑。平时除致力于智能化教育训练、学术研究及创新研发等本务工作外，亦积极与国内外医疗院所、学校及机关团体进行双方互惠交流。暂时依动员令编成后备动员卫生营，支援第三作战区伤患救护及前接后送等卫勤前置作业。新落成启用的救护训练大楼，分别建置战术战伤、重大灾难事故及载具照护等高强度、高拟真及复合式情境模拟训练系统，并结合穿戴式装置及高度仿真模拟假人训练模组等装备，进一步运用大数据资料、AI 演算及机器学习等方式，建立个人或班队最佳化的训练模组。新建制的情境模拟与载具系统，借由虚拟扩增实境技术，营造战场救护拟真训练，结合应用 AI 大数据精确分析训练成效，达到强化受训学员救护技能、抗高压心理素质、团队合作、应处能力的训练效益。基本上这个系统叫战伤救护训练系统，它是一个模拟系统。那我们会区分几个区块，第一个就是在任务提示区里面，它会有12具的模拟器，那可以佩戴在每个官兵身上。那它会有一个 VR 头盔，那 VR 头盔里面会显现出就是所谓的虚拟的实境。模拟训练场里面会有4座的振动平台，那振动平台它会借由就是可能手榴弹啊，还是一些爆炸啊、震波啊等等，它会开始有震动的效果。这个的场景里面会提供所有的灯光跟声效，也会配合的虚拟的一些影像来结合，让每个官兵在这个场景里面会比照说，以往我们在真实的训练上，我们可能没办法模拟出有这个所谓的战场的环境这么高拟真。那借由这套系统，我们来导入，让每个学员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可以针对敌人在做攻击、在战斗的过程中，来呈现出一个高拟真的一个训练的方式。我们上午实施的情境演练的想定的课题，是我们模拟敌方在滩岸上面准备朝我方的领土上面做一个登陆抢滩。那我军接到命令以后，我们实施现场小部队到作战区域里面去做一个搜索。所以在刚刚那个区块里面，我们做到了就是接敌、战斗、受伤。那接下来我们确定把敌人都歼灭以后，我们的同仁就会开始说，其旁边的人员，如果你有能力，你帮我做警戒，我来帮这个受伤的弟兄上止血带或做加压的止血。那止血完毕以后，或是上完止血带确定没有问题，这个敌火下的作业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那因为这是一个缩短距离的演练，所以我们在现地我们确定它是安全的，我们就把它转换为现在的第二阶段，叫做 Tactical Field Care， 它也叫做伤患收集点的救护。这个地点讲的是这个地方暂时是安全的，没有人攻击我，那我可以开始对我的患者实施全身性的评估，确定患者稳定下来的同时，我们在过程中我们就会呼叫直升机或者是救护车，也就是所谓进入到第三阶段的后送照护。我们这个载具训练区有城市型救护车、悍马型救护车、八轮甲车、2栖登陆突击车以及黑鹰直升机等5种类型。不论在战伤救护或是紧急救护的处置流程当中，最后一个阶段总是要把伤患送入的后送载具上面。那有别以往的传统的训练，过去我们只能在教室或者是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下执行救护相关技术。那现在有了这套这个载具的系统之后，我们可以不受外面天候的影响，或者是任务派遣的因素，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在载具里面，透过这套系统，使学员能够在更贴近真实战场环境下执行救护，增进战伤救护本职学能。不论是情境或载具的模拟系统，都透过科技带给来到卫训中心受训的学员更贴近战场实况、更扎实的训练，使学员不仅学习救护技术的运用，也对于各种情况下的应对处置有更深入的了解与体悟。
因为平常我们所用的都是车辆，那没有体验过直升机的空中后送。上去直升机载具的时候，它会搭配一些直升机的音效以及它的震动，让我们更符合贴切直升机在运送中的救护的临场感。因为在遇到它的起伏的状态下，多多少少难免会一点手忙脚乱，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去克服的。虽然说同样都是在做救护的问题，但是就环境上面影响整个救护的过程或者是流程，还有我需要去注意的很多诸多事项，觉得差很多。如果比较以前的做法是带情境，甚至说用教学的方式的话，我比较没有一个实际可以看到的东西。那我现在有个实境，那我就比较能够身临其境，知道说，哎，我到底在哪个环境需要做些什么事情。战伤救护训练大楼的启用，为国防医学院卫训中心带来训练成效与教学品质的提升。结合科技运用及贴近战场实况的训练，也为部队培育更多优质救护人才。未来卫训中心也将持续强化战术战伤及紧急救护的训练和技术，让国军获得更周全的保护，提供国防战力最坚韧的后盾。